喺沙田嘅新城市廣場，尋日晏晝兩點幾開始，就已經有示威者集結。初頭佢哋係唱下歌，叫下口號，但後嚟暴徒就突然間去闖入一啲商場嘅酒樓，當時係仲有市民喺入邊飲緊茶，暴徒無故咁樣去反台，打爛曬啲碗碟，令到好多市民受驚。佢哋想食翻餐安樂茶飯都唔可以，甚至有暴徒係打爛商場欄杆嘅玻璃，一大片嘅玻璃就跌咗落去下邊嗰一層，罔顧市民嘅安全。亦都有暴徒將雜物從高處掟落去商場低層嘅地方。試想想，如果有市民經過，不幸被擊中嘅話，後果係不堪設想嘅。另外，亦都有暴徒同其他嘅市民爭執，之後更加係向一名女嘅途人嘅面部噴油漆，純粹只係佢嘅意見同佢哋唔一樣。去到傍晚嘅六點半左右，暴徒忽然之間懷疑另一位嘅女市民，佢懷疑佢手機係用嚟拍攝咗現場一啲示威人士嘅大頭，單憑嘅懷疑就無理去要求佢去交出呢個電話俾佢哋去檢查。當呢一個女性嘅市民係拒絕嘅時候，佢就被包圍、指罵、拉扯，甚至乎係用遮打佢，搶走同埋打爛佢嘅手提電話。暴徒呢一啲嘅言行實在令人係大開眼界，係暴徒嘅境界。明明係自己錯，都可以諉過於人。希望香港嘅市民能夠睇清楚，事實係暴徒先破壞法治，先破壞縱火，先用暴力，警方先至要用武力去作出相應嘅行動。事實上，自今年嘅十月起計，警方收到超過1200宗嘅報案，涉及897個地點被暴徒破壞。呢個數字仲未計一啲未報案嘅事情。市民如果冇暴徒嘅破壞，警方又何須執法呢？暴徒嘅暴力行為就好似山火之後嘅死灰一樣。即使我哋以為我哋嘅社會已慢慢變得平靜，但係呢啲死灰隨時都可以復燃，足以燒毀我哋成個嘅城市。警方係有責任嚴正執法，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，但是單靠警隊的力量是不足夠的。我們再一次呼籲我們的市民可以一起向暴力說不，不要助長暴力，要共同建設一個法治的社會，為警方提供一些有用的資料，去追究這些暴徒的暴力違法行為。